平哥，我要介绍这款蛋糕给大家。这款蛋糕是阿伦手工蛋糕店所做出来的。我吃的这款是乳酪蛋糕，给大家看一下特性。我就觉得这家蛋糕它。蛋糕的量还是蛮多的，就是整体上面的味道啊、香味啊，都还不错。然后我们试吃一块，看看。它蛋糕吃起来的那个蛋的那个味道，有整体都有出来。啊，因为这款是起司蛋糕，所以它那个起司啊。还有那个蛋的那个蛋糕的那个香味，整体都出来了，我觉得是蛮棒的。它水分也是蛮充足的，我觉得很值得推荐这家阿伦的蛋糕店给大家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平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